Hello， 我係 Jaden。今日我哋玩係聽 Little Indian。Hello， 咁啊，頭先見到阿 Jaden 咧彈呢首《Tiny to Indians》咧，咁我咧就講下啦。其實呢首歌咧係非常簡單啦，適合小朋友彈，亦都適合咧啱玩越距離嘅你哋去玩嘅。OK， 咁啊，首先講咗咧，一開頭咧六個一咧，你睇到咧，其實係由上面數嚟，第二先，第一格啊，咁我哋呢度數啦，第一格、第二格、第三格，第一格啦。有，如果你只要睇到上面數嚟第二線咧，其實咧就係叫第二線啦，冇錯。咁但係咧，越距離，如果我哋講第二線咧，我哋係由下邊數上面。咁所以咧就係一二，咁就依一格啦。咁你會彈六下啦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初學嘅話可以淨用手指公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係啦。咁但係有少少唔同喎，我哋咧其實要加少個拍子落去。我哋個拍子咧就係、是、長短短長短短。OK， 我哋會數咧係一二 and 三四 and。One little two little。OK， 咁跟住之後咧。是什麼呢？跟住之後就是03301啦，係啊，03301。咁我哋咧就係零第一線啦，零咧即係乜都唔使撳，第一線啦，係即係最低嗰條線。跟住三三，跟住放翻開又零零啦，一啦又頭先嗰個第二線第一格，係啦。咁啊，今次個拍子又唔同咗咯喎，今次咧就係長短短短短長。OK， 聽下啦喎 ，OK， 長短短短短長啊。好啦，跟住之後咧，就第二線第三格咯喎。頭先第一線第三格，而家第二線第三格啦。咁啊，又係六下啦。係咪慢慢捉到咧？其實得兩個 pattern 嘅啫。一個 pattern 咧就係 1, 2 and 3, 4 and。OK， 兩個 pattern 就係 1, 2 and 3 and 4。OK， 咁我哋而家試咧，連續六個三，我哋都係咧做緊咧就係 1, 2 and 3, 4 and。好啦，跟住就有03300啦。啊！又要上多條線，有第三線喎。好啦，跟住咧，之後嗰兩個小節就係重複頭嗰兩個啦。OK。好啦，跟住之後咧，最尾個小節啦，就係33300001。OK。耶！就係咁樣啦。希望你會中意，都學一識啦。呢首歌其實只係得一、三同埋零，咁有三條線。呢首歌咧係。好家傳户曉嘅十個印第安人 ，OK， 拜拜。我哋試下一次個彈啦，即係4下 F， 4下 C7，4下 F， 2下 C7， 1下 F， 你記唔記得啊？試下啦。